来到托婴中心视察防疫工作，基隆市长林佑昌亲切和小朋友打招呼。你好。嗨。不止努力拼防疫，林佑昌在市政推动的进步也反映在数字上。根据《远见》杂志7月29号公布的2021年全国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，在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的部分，林佑昌满意度为79.4%，全国第四，相较前一年上升一名。其中交通和道路面向全国排名第二。今天这个远见公布整个市政调查还有市政满意度的一个结果啊，我们今年基隆是进步一名，好，去年是第五名，今年是第四名。那我觉得特别值得高兴的是，我们在这个交通的部分哦，是全国第二名，进步非常非常的多。那我想这个在过去我们基隆常被人家讲说烂路王哦。然后民众对这一部分有很多的一个抱怨，不过经过这几年我们用示范道路还有整个人行环境的一个改善，现在其实已经逐渐可以看到一个成果，所以很高兴这一次进步的比较多的是在交通的一个部分。那相关的市政满意度还是维持在将近80%左右，那所以我想我们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林佑昌说，市政已经进入了丰收期，今年各项建设陆续完工，基隆的蜕变，市民绝对眼见为凭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